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体验一日的部落生活。哎，我好像抓到了哎！有。有。帮我装一点小米酒。哦，天哪，有哎！欢迎收看《去桃去来嗨》，我是朵拉。桃园市的原住民族呢，它截至2012年的五月，人口数已经达到了81,090人，是台湾西半部原住民族人口数最多的一个城市哦。那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就是桃园市原住民族文化会馆。会馆里面展览非常多原民的传统文物，像是他们的编织品啊，然后他们的工艺品，或是他们的猎刀等等，有非常多展览品可以收看。那么里面呢，也有驻馆的艺术加工作坊，你可以近距离的 DIY 体验，或是听他们的导览解说。每周五到周日，还有他们驻馆的原民舞蹈团会表演哦，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原民的歌舞生命力。那我们就一起进去看看吧 ，Let's go。多拉好，习大老师，对，你好，刚刚的表演超级精彩，有吗？有，因为跟我想象中的那种原住民族的歌舞表演好像不太一样，对对对，是不是有融合一点？可能像人现代舞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这个舞团除了跳原住民的舞是最基本的，可是我们还是以有些现代舞啊，或者是流行舞的，把它元素融在我们的舞作里面这样子。哦，那如果假如像我是第一次看到你们这样子的表演，我可以学一点吗？可以，有机会吗？有机会。但刚刚那种这种我可能没有办法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个可以留在你的记忆里面。可是我们还是学一点简单的舞步这样子。来，手打开，不是，跨住你的脚。左脚，对，然后另外一只脚踢出去，踏，然后并起来，对，这样子会不会？这样子如果你学起来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排湾族的像《联合丰年祭》的舞步，他们都会跳这种的舞步，就是他们的俗称的四步舞。五六七八，二三四。老师，那除了可以看到你们的表演之外，我们在这个原住民族文化会馆里面还可以看到什么呢？一二楼的展间都一定要看，因为它都是有关原住民的。像第一个的话，就是我们原住民怎么来的。你们的故事，对，你去看一看，你大概会了解，兴许了解一些。然后我们的二三楼是我们的那个一些的议题展，这样子可以了解他们的故事，然后可以欣赏他们的表演，然后欣赏他们的历史，这样子。所以大家来一定要记得来找老师们哦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我现在来到的是桃园的复兴区，这边的原住民族呢是以泰雅族为主，然后在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新溪口吊桥，这个已经是第三代咯。这边以前呢是通往角板山区跟溪口部落之间重要的通道，今天就要带大家进入这里，然后我们要怎么样体验一日部落生活。那当然不可能我自己一个人进去啦，我们今天要请到非常厉害的向导跟我的老师李牧一老师。你好，我是 Dora、因为你们的名字都是泰雅族语取的嘛。对。然后听说泰雅族语都会有一些就很浪漫的意思，那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会忘不了的女人。等一下，你也帮我取一个，然后帮我取那种厉害的。有，祖灵已经取好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对。哦，这是我的名字。对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瓦吉。瓦吉哦。瓦吉。瓦吉是我们泰雅族的太阳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绰号就是小太阳？自己谦虚耶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体验一日的部落生活，要麻烦你从头到脚让我彻底的融入你们部落。OK， 那我们就要出发咯。你穿上我们的族服，就是我们这边的一员了。哦，对。Okay. 现在我们就先换上吗？好啊，来这边。那可以吗？我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我不管穿哪一族的衣服，会突然很像他们那一族的人。有吗？有感觉吗？有，很像。对。瓦吉来了，我们现在就来到雅善了嘛。
对，然后拿上是家里的意思。回到家了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要先吃饭嘛，煮杯煮碗煮筷要自己做，我们专业的老师来教你。好好，对，那我们一起来欢迎老师。老师叫什么名字？老师叫吉瓦斯。吉瓦斯老师你好。哎，瓦力西西你好。对，我是瓦吉。我们泰雅族就是食衣住行娱乐都不会来。不会离开我们的竹子，开始喽！好，有了！我要把它锯过来，就变成竹杯、狗布、狗布搭样。哦，有了 ，OK， 好，有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竹杯，但是我等一下还要给它洗牙给。现在来锯那个喽，竹碗喽。竹碗，而且竹子里面其实蛮多水分的。好，这个叫做镰刀手技。然后呢？这个就是我们的竹碗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要做那个竹筷子，然后这个要给它削掉，把它那个节弄掉，就对，对对对，两个都要做哈。好，因为为什么呢？那个竹筷，对，好，就是一只我们就叫筷，但是筷子不可能只有一只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叫做个筷，个筷，对对对。对，这是镰刀嘛，哈，这个是小武力，就是我们的小小刀这样。小刀。对，然后就把它修饰一下。好，这个就竹子。筷子完成了。对，然后碗。这个杯子。杯子。哎。好，狗布炸辣的怪。完成。谢谢瓦力老师。他都让你自己不做吗？啊，被发现了，我来做，我来做了。哎，老师，你刚刚怎么那么顺？要用一点力。加油！老干老干，瓦吉，加油！瓦吉加油！我的杯子完成了，帮我装一点小米酒，可以吃饭了吗？可以吃饭，太强了，瓦吉！来吃饭啦！满娘满命啦！满娘满命啦！哎，刚刚已经吃完饭了，但食衣住行嘛，衣也很重要。泰雅族的服饰是不是都是自己做的？今天在我旁边是米米老师，嗨，老师好。泰雅族里面它有很多织法，对，那我们织法里面，那我今天是跟大家介绍菱形纹，照着老师的步骤就可以做出来，是没问题。我是有看没有懂了，我也是，衣，那我还要过去吗？我现在已经过来了，对，已经过来了。好可怕！不会，整个往上，对，整个挑起来，它就是挑起来，对，这里，没错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拜托，对，太大力哦，对，太大力，好，太大力，好，推一下就好，然后刀棒，刀棒从这里，没错，穿进去，对，呀，很厉害，轻轻的，对，对啊，你是跳级生哎，我是跳级生，对，赶快谁来给我一个特写？你们看我弄了一个菱形哎。对，因为老师今天帮我跳级了，对，直接跳级，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可以找老师咪咪老师来体验一下这个织布，他们帮你弄好，可以简单的来感受一下哦，织布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对，今天也谢谢咪咪老师，不会，谢谢，太好玩了，谢谢。泰雅族在食衣住行上面都算是自己来，但是听说他们连娱乐都自己来，有一个乐器叫口簧琴，在泰雅族就是蛮有名的演奏乐器。老师你好，你好，口簧琴。我们泰雅名字叫鲁布，其实我们达雅的生活是很单纯，空闲的时候呢，唯一的娱乐就是就有一个叫口簧琴鲁布，孩子差不多在十岁左右，对啊，爸爸就会帮他做一个，自己做啊，哎，是很像弹簧的声音，好神奇哦，就是这样，最多到五簧。对，最高段的话，这老人家可以吹到五簧。我们研发了一个简易版的，研发一个简易的口簧的措施一样可以，一个模子，簧变就跟着一样的。半小时就可以组装完这个口簧座啊，还有簧，放在这个有啊纹路的哈，对准它啊，对准它。好，然后有两个小螺丝，然后就把它转进去。好，对。拿这个小的绳子，有了有了，好，呀，哎呀，这个就是完成这个，哎呦，就完成了，对，我很像是不小心上课放屁的学生。
天这样练练，练习这样拉啊，哎，对，拉，然后把嘴巴，哦，哦，哦，天哪，有哎，天哪！很多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很有趣呢？下次呢，来到桃园的复兴区，一定要记得来体验看看哦。那么，趣桃俏嗨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